谢谢朱局长，为我们的努力哦，保持公园绿地，终于等到可以拆旧停展做临时停车场。要拆一起拆，全部拆，包括园内和大道路平行的旧铁皮墙。为什么要保留旧平展一栋呢？拆屋的时候，除了要注意安全外，拆的过程要小心，不要为了省时而硬乱拆，要以专业技巧实施拆除工程，请不要让当地居民感到强烈的摇晃不安、埋怨，因为管子地质脆弱，震波容易传入。1999年的时候，博德开发公司拆旧建筑物的时候，我家就像强烈的摇晃，像921一样恐惧。根据经济部与中央调查结果，台湾断层分布图，福德街附近确有台北断层线经过，台北断层视为活动断层，台北新域区采煤密集，刚好都在管子对面的石座山，因为采煤岩壁不稳松动，小土石流不断，大土石流有两个，曾破坏原有的地形景观。1995年的时候，马政府迁离311人，又新一路六段，因为捷运施工中就有当地居民，防止龟裂倾斜，房子受伤是很难恢复的。今年六月十四号的时候下大雨，新一路六段76巷有土石流，离大马路很近，疏散六户人家，可见新一路六段福德街管子地质破碎脆弱，请大家重视管子地质下陷松软，开花过程震动会增加倾盈，住家强烈摇晃甚至轻裂倾斜，长期施工会造成居民精神上的折磨恐惧，请都发局罗科长了解，听听人民无奈的声音，环评前务必要先把地质钻探检测的数据出来，钻孔一定要测到基盘才足，我们有知的权利，恳请林局长督促，这是环评前就要做的功课，拜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罗吉莲刘先生。